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这两天我们河南这边一直在下雨，而且下的还是比较大啊。然后现在的话天终于晴一会儿啊，好像还要继续下啊。然后我妈我俩就赶快把毛孩子们这里面的卫生给搞一下啊。这几天这里面拉的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没吃完的狗粮被水泡过之后发酸味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把他们这里下水道这里啊也给冲一下啊，把他们毛孩子这里面的卫生啥的都给他们清理掉啊，给他们清理干净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全部都清理掉。然后他们的话因为下雨天嘛，外面估计好多地方水都淹了啊，估计也没啥人啊，让他们出去跑跑出去玩啊。然后我妈我俩在家给他们把卫生给搞一下啊。然后我妈我俩正在给毛孩子在给他们搞里面的卫生啊，然后小黑第一个就跑了回来啊，哎呀，把这里再冲一下啊，他们里面基本上搞完了啊，然后的话这个小黑第一个跑回来啊，不出去了啊，给家浩浩逮住，等会他叫回来吧。啊、我妈说怕他们，他怕再被拴住，啊。可这傻是傻了，是不是？本来啊都不准备放他出去了啊，后来想想啊，这下雨天路上估计真的是没啥人啊，估计应该没啥问题啊。再加上他吃了一堑，对吧？必长对吧？吃一堑长一智嘛。就第一个回来啊，就是小黑第一个回来啊。然后里面基本上给他们搞好了啊，把水啥都给他们换了一下啊。我妈我俩就是这样啊。嗯，我一搞啊就干干净净了嘛，要不然下雨天里面他们拉的屎啊，再加上雨水一那个发酵，对不对？那个味道大家想想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要及时把卫生给搞一下啊，不然的话就很难受啊。还出去不出去啊，小黑喝水吧。嗯，可算是找咋回事了啊，第一个回来是不是？嗯，过来，好，变聪明了啊，来握手握手握手哦，这呵呵来握手握手，小黑握手握手，妈那个逼又不会握手，这家伙傻了又又不会握手了，握手握手，就把头直接过来了，握头啊、握头，大家看看啊，小黑这看来还是能够出去玩的啊，还是能够出去玩的，嗯，脑子变聪明了啊，知道提早回来啊，这就行。嗯，小黑，这是你进出多少回了啊，你这家伙。嗯，哎呀，毛孩子们这里面弄干净了，看着真的是神清又气爽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小黑的话不知道进出多少回了啊，至少有五趟了啊，出去一趟回来，出去一趟回来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一次啊，小黑吸取了教训啊，没有再跟那几个狗一块傻跑了啊，他估计就是在我家附近啊转一转啊，吸取了上次的经验和教训啊，再也不跟着他们跑长途了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小黑一会儿怎么说呢，出门家门一日游，对不对？附近一日游啊，不跑长途了啊，就是这样，不能跑长途，你这脑子脑袋瓜不行啊，
人家是六合的，你是双合的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动力不够啊。来，我现在在你这里面啊，这么多天了，看看握手忘了没，对不对？刚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会握手，现在在家这么多天咋又变得如此愚笨呢？来握手。又是短游去了啊，没事。哎，那第六趟出门了啊，这个狗就是这样，在家门口转一圈回来了，家门口转一圈回来了，就是这样。你看我话刚说到那儿啊，看到没？就是这样，又出去了，第七趟了啊，说狗不跑长途了，你们发现？不跑远的地儿了，就跑近的地儿，嗯。然后我在这里倒垃圾呀、啊。然后这个小黑啊就在这周围跟着我，寸步不离的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这家伙真是的乖得很啊，嗯，乖得很，嗯。然后我倒了两趟垃圾啊，然后又出来了，出来的话就是突然看到后面的玉米啊长得这么高啊，平常也没留意啊，今天猛的一看啊，玉米长这么高了，很久没有给大家看拍过我们家后面的这个田地了啊，今天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样，时光飞逝啊，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这小黑狗是寸步不离我啊，八进八出啊，我家的院子啊，跟着我也是八进八出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这小家伙啊，现在是学能了，学乖了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前两天没拍视频嘛，就是因为，哎呀，下雨天嘛，一方面下雨天，第二方面就是视频收益太低了啊。人可能就会有这样惯性啊，第一天不拍，第二天就不想拍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看不到希望嘛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就不想拍了啊！但是仔细想想的话，不应该啊，坚持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反正还是先坚持着吧，看看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的，对吧？转机没有嘛？就是这样的。走，小黑，回家了，带着他回去了啊！这天好像又要下雨了，那仨狗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，没有看到啊！我去看这个，这个玉米更长啊，看到吧？这个更高，就是这样。哎。那仨傻子狗啊，不过他们的安全我倒是觉得没啥问题啊，他们仨的话，一个是精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又蹦又能跳啊，还好这个最憨厚的小黑跟着我啊，已经回家了啊，往家的方向跑了，九进九出了啊，算是，就是这样。搁这等着我嘞，走吧，回去吧，不出去了啊，都九进九出了，你比赵子龙还牛逼呢，对不对？比赵子龙还牛逼，给你点好吃的啊！等一下，嗯。趁他们不在，你来过来灌头，来过来。啊，收，收。